OK， 那这个，然后插上电之后，马上发现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R5 第二代 Death View R5 第二代啊，旁边这个漏光是发生什么事？这是手电筒吧？这是什么鬼？然后上电，然后上电之后，第一个发现的问题，然后上电之后马上发现这个 R5 第二代，这旁边这个漏光是发生什么事？这是手电筒是不是？然后很明显的，这后面这个 LP 六，那后面这个电池背板，它后面可以放 M， 这那这后面电池背板可以放 MPF 970电池，也可以放 LP 六，但是它的 LP 六的这个正负极的脚针被凹烂了，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，打开就长这样，被凹烂。虽然是手凹回来就可以，但是它刚拿出来就看起来被凹烂，就